三中护理里长刘佩华虽然是一个单亲妈妈，不过伊热心公益，唔那是用心为里面服务。各组员担任公营各校的导护职工，守护学生的安全。每天早起七点，护理里长刘佩华就已经徛伫路口帮忙指挥交通。为了守护学生囡仔的安全，刘佩华十多年前还未做里长的时，就主动加入导护职工的工作。本身是单亲妈妈，伊把每一位小朋友拢当做家己的囡仔，共款照顾。小孩子啊，是每个父母亲哦，他的心肝宝贝。我是单亲家庭啊，我真能体会，感同身受啦哈。所以啊，每当孩子啊上课的时候，快快乐乐、平平安安把他送到学校啊，然后我就觉得哦，很满足，也很放心这样子。虽然做里长了后，刘佩华暗时阁爱担任巡守队到十一二点，一早起阁爱起床做导护妈妈，实在是真辛苦。不过，伊只要看到小朋友欢欢喜喜，就感觉真简单。下雨天啊，下大雨的时候，小朋友啊，他们真的很辛苦，又冷又下大雨，爬不起来，然后就想要来上课，也都时间都很晚，因为有时候都。大概后门快要关门了，他们都还没出现，可能是天气太冷又下雨，爬不起来。那他们，因为我们站岗的时间是从早上七点到七点五十分，如果他们太晚来的话，就要从大门，学校的正门进去的。因为身心关心，家己一个人常用三个囡仔的刘佩华，虽然是单亲妈妈，不过伊无失志怨叹，连到自家来奉献来服务，这款的精神真是使人佩服。记者文景凯、李美惠，三重采访报道。